大家好，我是张树人，我来自台湾，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Sean， 我从事永久已经有32年的历史了，然后我目前的阶级是三钻石经理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好的直销商，他必须具备好的销售职能，以及处理顾客反对意见的能力。所以在处理反对意见能力的之前呢，我们个人呢要保持好良好的形象，所以要穿戴整齐，配件适当，充满自信，充满生命力，充满活力，啊，保持高度的亲和力，让顾客喜欢你，然后信任你，然后向你购买产品。好，我个人本身在这方面有三个小技巧。第一个，要学会讲故事，讲自己的故事。自己呢，在健康方面，啊，以在销售方面有一些故事，我们可以把它讲给顾客听，这样是最真实的。第二个，啊，小技巧是简单、容易、好复制。也就是说，回答顾客的问题呢，必须要简单、容易、好复制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给下线复制下去。第三个，要大量的操练。我们知道，大量的操练会累积经验，累积经验，经验上面会产生智慧。好，当有智慧的一个直销商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，都比较精准，而顾客也比较喜欢，比较容易信任你，而向你购买产品。所以大家一起来，我们都最棒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要回答下面五个问题了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的身体很好，很健康，所以不用吃保健食品。我们都知道，目前的医学报道里面，2080法则，就是20%的人是健康的，80%的人是亚健康的。所以亚健康就是他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状况，有一些小小的疾病，那他都需要做保养的。我们知道保养重于治疗。以我自己来讲好了，像我自己以前就有三高，因为使用了产品以后呢，就改善的非常的多，所以不妨我一起来试试看嘛。现在开始我们要回答第二个问题，我已经使用过其他的品牌了，不需要用你们公司的产品。好的，我个人觉得，我对产品的选择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就是品质，我们非常重视产品的品质，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产品都有这个认证的标准。像我们永久公司就有很多的认证，啊，这样子才可以显出我们公司产品的品质的卓越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价格要非常的合理，永久公司的产品跟市面上的产品比较起来，非常的合理，好，是顾客都很满意。第三个就是要顾客满意保证，啊，因为产品有顾客满意保证，顾客才会安心。有这三个条件，那我们当然就很容易销售出我们的产品，顾客就会喜欢跟我们购买。那目前在全世界有162个国家，有上千万的人在使用我们的产品，我相信每一个人用的都很满意。不妨你也来试试看，一定会喜欢的。我们回答第三个问题，直销产品太贵了，卖场比较便宜。首先我们来研究价值跟价格，请问哪一个重要？很多人说价格比较重要，很多人说价值比较重要，其实两个都重要。如果价值很高，价格很便宜，哎，这个产品就是我顾客所喜欢的。那目前你们看到卖场里面，尤其是大卖场，他们都是 OEM， 那这个都不是我们所喜欢的。很多人去了一次以后，第二次就不再去了。但是永久公司不是，永久公司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的高，非常有价值，而且价格非常的合理，啊，而且还有满意保证。全世界有上千万人在使用这个产品，我们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公司。我相信我的服务一定会让你满意，不妨试试看嘛。我们现在回答第四个问题，你说的很好，但我的预算有限。这个时候呢，我都会跟顾客说，建议我问一下，你有多少预算呢？他说我大概200块美金左右吧。我说哦，200块美金啊，那太好了。那这样子啦，刚刚我们所介绍的产品，你所喜欢的产品，我就给你安排好，好配置到200块美金，那你喜欢的话就带回家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在做这样的 cross 的时候呢，就是对有预算问题的人，我们做这样的 cross 都比较容易成交的。
第五个问题，有些人说产品没有效，我们都知道保健食品跟药品是不同的，药品它可能有立即有效，它让我们的病症立即处理掉，但是它会伤害到我们其他的细胞跟其他的身体器官。但是保健食品不一样，它是温温的慢慢的来，让你的细胞慢慢的健康，让你的器官慢慢的健康，它需要一段时间的改善跟调整的。像很多的人也是这样得到了健康，以我来讲也改善了我的三高，我很多朋友也得到这样的改善，他们也都很感谢我。所以永久的产品是非常好非常棒的，我们一起来使用。我相信今天我回答这五个问题一定可以解除你们的疑虑。永久是一个好公司，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司，我从事32年的历史了，我爱永久，我喜欢永久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好公司。我们大家一起来，谢谢大家。